这个是放哪里比较合适呢？如果用心去讲，当然要放在心的旁边喽。好有心思。 不过，在偶像剧里，这种标配的场景下，特别适合表白。需要我再表白一次？哎，小念，我们来彩排一下，到时候你就从这儿，然后走到这时候。默默来啦！就让我主动跟你表白一次，你可以接受我吗？ 当当当当当当当！石小念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宫欧为合法妻子呢？我愿意。哎，你到底想干啥？我发誓，我保证是莫娜女神说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不相信我怎么能不相信她嘛？有什么事情不能发微信说，非得当面说？ 准备的挺好的，挺浪漫的，挺浪漫的。谢谢啊，谢谢，辛苦了。无聊。 东，东，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当你自己是小公主，长什么脾气啊？凭什么这么对我们小念？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小念，我好像没有邀请你啊？怎么，不欢迎我？
今天来是来感谢龚总的。我之所以能回来，之所以还有机会能够拿回墓室，都要感谢龚总的不计前嫌，出手相助。我跟你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合作归合作，讨厌也还是会继续讨厌，不用多想。从小呢，我就失去过很多东西。 比如说打球吧，所有的男孩子都在打球的时候，我连看都看不见，所以我就对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上会加倍的珍惜。我对你说的不感兴趣。龚总为什么就不能尝试着争取一下呢？你就这么放弃的话，拿什么争都过我了。你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争就能争得到的。 争到最后，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好。原来龚总是这样的人吗？会和某个人一样，随时考虑是不是对大家都好。可我不一样，我只想对一个人好。关你什么事？我已经彻底放弃小念了。我想清楚了。 既然我只会对他一个人好，所以，他喜欢你，我也情愿让他跟你在一起。穆总未免也太自信了吧？不是你想让谁跟谁在一起就可以的了。你们两个的事我只说这么多。今天来找你是有别的事情。龚总，明天跟我一起去庆功宴吧。我姐做的事情。 也该有个了断。他对恩义和你个人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大，应该当着你的面把恩义还回来。或者你就当是帮我，这种场面，我怕我自己应付不来。我去不去其实没什么区别。穆雪做过的事，她需要付出代价。至于别的。 喂，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为什么不回去？你怎么来了？我刚才去找过宫欧了，请他去参加明天的庆功宴。你去找过他了？怎么样，我这个朋友当的还挺够意思的吧？不过。 已经没什么用了，我已经决定放弃了。今天丸子他们把他叫来，我本来是想鼓足勇气跟他表白的。我想说，我们重新开始吧。可是，他好像根本就不想见我。小念，宫欧的性格。 他性格很倔，所以我知道有些事儿还是不要勉强他的好。可是我一点都不怪他，我也是回来以后才知道，叔叔是在我们走的那天去世的，恩义也是因为我的原因被您姐姐拿走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我不仅不知道，还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可我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怪我，也是应该的。你说的没错，这段时间对于宫欧来讲，应该会很难过。但是小念，你知道吗？你这个人本身就有一种能量，你能让在困境中的人鼓起勇气走出来，对我也是，对你的家人也是，对宫欧应该也是。一直以来你保护我，保护师弟，保护你的家人，但其实宫欧也需要你的保护，你知道吗？谢谢你，千楚，我会等他的，但是我不会再去打扰他。可能他这段时间也不太适合见我。明天是你和宫欧很重要的时刻，我不希望我的出现干扰到你们什么。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加油。陈总，今天这样的宴会带着你一起，算不上我小气了吧？大气大气，穆总一直很大气。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您对我还是不是很信任。我对穆氏和恩义自然有我的打算，今天要你做什么，你做就是。不要给我惹麻烦。穆总放心，反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遮挡的资本了，这样最好。小叶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宴会还有30分钟就可以开始了，宾客们应该很快就会到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姐，收手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该回去好好休息。穆总，你弟弟的身体确实没什么大碍，如果你想看到什么证明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拿给你看，但我们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要找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以后再说。非常抱歉，现场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大家先移步贵宾休息区稍作休息，那里为大家准备了茶点和饮品。龚总，你今天把我弟弟带过来是什么意思？是对恩义在我手上有什么不满吗？你可别忘了，当初合同是你签的，现在又动这种手脚，似乎有点不太讲规矩吧。合同是我签的，但那也是在你的威胁之下我才签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且不提，我今天来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做个了断。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活动。千楚，回去吧。既然我们今天来了，有一些事情就只能在这儿谈。千初，这是我们的家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吗？
如果你肯承认的话，我不会让你太难看的。胡说八道，我承认什么？穆总，你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是想让我赶他们二位出去？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东欧，不管你想诬陷我什么，今天这是我们的家事。千楚，你先回去，我这边结束之后我会回来找你，到时候诬陷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穆总，我哥的死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跟我哥是恋人关系，但你为了掩饰这层关系，针对石小念做了很多事。你在无意中发现他的漫画里画了有关于你和我哥的恋情，所以你为了不让整个事件败露出去，对他下手，对我下手，甚至对你的亲弟弟下手。穆千初的车祸就是你直接导致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石小念，什么漫画。你少拿你女朋友的事情扯到我头上。石小念的漫画是我哥死后我在他车里发现的唯一的证据。漫画的某一页，一对正在过生日的情侣，画的就是你和我哥，对吗？就算他画过什么，也只不过是漫画，怎么能说明是我？其实没有人会知道是你理解，是你自己太敏感了。小念他只是在当天的漫画上标注了日期而已，4月18号，你的生日。就连我也是把整件事情串通起来才能想到这一点，但你却怕被爸发现这段感情，把事情一步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根本不在意。你是不在意，你以前之所以在意，是害怕你爸发现你和我哥的关系，但后来你几乎拿下了整个牧师的控制权，你再也不用受你爸的控制，但你却还是一意孤行的要把所有人都毁掉，这又是为什么？故事编得很精彩，工作姐，我们找到陈然了，他承认了很多事。陈然只是我一个助理，他说的话并没有什么。陈然已经把事实的原委都告诉我了，他承认了穆千初的车祸是他导致的，也承认了这幕后的主使就是你。穆雪，我哥哥的死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你的头上，但现在我有了线索，如果这件事情从头查到尾的话，瞒是瞒不住的。真的够了姐，到此为止好吗？千楚，爸妈知道你今天要来吗？知道你为了把我逼到绝路上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可真是成长了，爸把牧师交给你也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千初，你这样逼我交权跟我又有什么区别？他和你还是有区别的，他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拼尽全力努力地去争取，做错了的事情他也可以勇敢地来承担，而你呢？
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物极必反的道理，穆总一定懂。再这样搞下去，穆氏和恩义就都是你的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这样吧，繁盛和技术我还保得住，所以我希望你要怪我。既然你这么能干，今天的这场宴会就是我为你办的，希望你真的可以撑得住场面。小雪啊，看来你们都知道千初要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的开心。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生我？为什么要养我长大？小雪啊，对不起，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爸爸糊涂啊。我不该跟你定那个什么十年之约，更不该一直忽略你的感受。爸爸自以为自己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吗？但是爸爸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能给爸爸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吗？爸爸想在有生之年好好疼爱我的宝贝女儿。爸爸马上就要跟妈妈去国外了，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不好？小雪啊，爸爸错了，
又是。小欧，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小欧只想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能再错过我这个强劲的对手。三年之内，我一定可以让樊胜战胜了你。当然，如果你希望我能够放你一马的话，悄悄地告诉我。祝你好运。哎，小宁在你父亲的墓园里。你要是再不去，他可就真走了。伯父，公寓哥哥，我来看你们了。没想到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就看不到伯父，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您在的时候，真的为我和公公操了不少心。你虽然看起来表面挺凶的，但是我知道你心底还是挺开心我和公公在一起的。您当时跟我说了一些话，其实都是在劝我，可我却没有听。小念，你知道小欧这孩子吧，他心事重，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我希望你能经常跟他沟通，经常跟他聊聊天，因为以后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对不起，是我伤害了姑母，对不起。公寓哥哥，我一直以来觉得没见过您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前几天我也才知道，原来我漫画里画过的那个帅气的哥哥就是您。这么想来，我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我不知道如果您在，面对我现在的情况，你会不会劝我回到公公身边？还是说你也觉得我应该放手，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还好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公公也好，千竹也好，都回到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而我觉得我出现在公欧生命里的意义，就是陪他走完这艰难的一程吧。我知道我做的并不好，
差的还很多，可是我已经尽力了。哦，对了，这个是我画公欧的漫画，出版了，销量还挺不错的，叫《怪物偏执狂》。这里面我画的可能是我了解的公欧，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留在这一本给你们，你们随便看看。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吧？要给就给完全。收就收全部，可誓言太潦草，领悟太仓促。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这一场，我们结婚吧。你是不是蠢？怎么会有人会在墓园里求婚？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的地方。爸爸、哥哥都在这儿，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怎么，不想答应？要收就收全部，可誓言太潦草，领悟太仓促。走吧。去哪？民政局啊。恩义科技在经历了去年短暂的转手风波之后，目前已回归正轨。重新执掌恩义的公欧，在不出八个月的时间里，正式研发并发布了最新款的手机系统。据悉，这款最新的手机系统将会与新一代的恩义手机共同问世，具体时间还未公布。根据知情人士的可靠消息，这个由公欧主导研发的新系统可以说是恩义所经历的重大危机的见证，将会给大家带来最完美的使用体验。穆总，这份影视投资方案做得不错，找时间约这个方案的负责人聊一下，毕竟影视方面不是我们的强项。嗯，其实这个负责人已经到了。那太好了，叫他进来吧，我跟他聊一下。请进。
这个投资方案是你写的？怎么，穆总不相信啊？这份方案可不是当过几年演员就能写出来的。我可是进修过相关课程的，这份方案是我一直做的，我又想一直做下去。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工作室这一个月的收入跟你们 ENG 是持平的，我觉得再这么努力下去，小念很快在这家就可以当家做主了。你可拉倒吧啊！你们公司这一个月那是卖出了小老板娘未来五部作品的版权，一年就靠这一个月活了。我们 ENG 最近可是在酝酿新产品，那一经上市，肯定会大杀四方呀。那你可说错了。我们小念自从获得了最具影响力漫画家称号，又收到了他的偶像高桥留美子合作邀请函之后，别说五部版权了，50部版权我们都卖得出去。别别，看爸爸，看爸爸！哎呀，小胖脸真可爱。老公啊，你不来帮我收拾一下？哎呀，你让我多陪儿子一会儿嘛，过几天就见不到了嘛。我现在每天晚上没有 baby 哄就睡不着。那你现在每天如果见不到我的话，能睡着吗？我当然会失眠了。baby 宫顶多算第二，老婆还是第一吧。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伪了？这哪儿虚伪啊，这真情流露。哎，只要他们在外边了，别到这儿睡觉了，出去吧。现实与理想的重量，你是我的一念是月光，就请你带走我的心。哇，你看大米丸子这么大了，多可爱啊。哎，他们呢？哎呦，爸妈在外面，他们在二人世界呢。公刚刚说带小念去日本干嘛？生闺女。生孩子？那你们怎么能这么骗小念呢？这怎么要骗呢？过两天他自己就知道了。喂喂喂，你们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孩子你都不管了？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可就把 baby 公托付给你们俩了，你们俩一定要给我好好的照顾好，尤其是你啊，你不准偷偷亲他啊，那是我孩子。我还亲我自己儿子呢，你儿子你自己回来亲吧。哎，夏老板，准备工作怎么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得成功啊。你们干什么呢？没事儿，就是公司那帮破事。哎，有秘密。有秘密。丸子，你看我这对呀，公司的事儿是不是不可能。真的？哎，行了，小老板，这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儿，自己问他吧。哎，金哥。这样，哎，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说咱们家这么大，等 baby 更长大了会孤单吗？哦，对。所以我想着，给他再添一个妹妹。原来你都是计划好的。算是吧。你没生气吧？嗯。哎，老婆。要不然我们也生个。闺女，就请你带走我的心。